你有没有什么颜色你不告脱性的哈，脱性的。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刘哥，恭喜！哦，哎，大家好。他就请我跟安哥嘞。可以，对啊，再配一个球鞋。欢迎收看《完美研究室》，我是王美思佳，今天又在这个熟悉的场景，因为今天制作单位跟我说我们要干大事。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 Judy Chan 老师 ，Judy 老师你好 ，Fashion 你好 ，Fashion 哦。Hello everyone， 我是 Judy Chan。你整个人就是散发着一种就是没有你无法 handle 的东西。包含人事物吗？对，我刚才我就是喜欢挑战自己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位，你说实在，你第一时间有没有这样？Really 真的吗？有，其实我有先吓到，我先上网先 Google 一下，哎，他现在近况怎么样？然后先确认。近况什么？你把话讲清楚。因为我之前刚好也帮我爸改造过，然后我爸也是70几岁，穿下肢，你爸真的很对，我们还登上那个下肢的广告，对，难怪你这么这么流行。话不多说，观众朋友现在是不是现在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要改造的这一位是谁呢？坐好，拿出你12万分的敬意，我们要掌声加尖叫，欢迎我们的刘大哥。两位姐姐好，哦，你就时髦哎，对啊，还穿球鞋跟那个草帽，对，我是盖尬盖尬盖尬是盖尬盖尬，我尬情尬情，但是，你们这个节目，邀请我来哈，我有一点这个怀疑，我还可以改造吗？可以啊，你有没有什么颜色？你不尬，灰灰的。灰灰的，不明显的，就像亮色系。我是亮色系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很亮的。有，对，你是一个很亮眼的人。对，一明星呢，你当然亮啊。你呢？一明星呢？大明星。我还有，例如说这个淡咖啡的浅咖啡色。我筛选筛选筛选，对，你不要搞，对，好，哎，脱性的哈，哎，筛选不。好，反正都是亮，尽量亮色系。我这个在我的服装里面，这件是最低调，还在低调，最低调，低调，低调。对对，啊，今天就是反正要改变嘛，对，我就让你们去处理啊。要先抽题目，抽签哦，交给老天爷。好来，哦，个人做呀，个人搭啦，哦，来。嘻哈运动风，嘻哈最重要就是 oversize， 露内裤，露内裤。哦，你说大哥，内裤一半的外口，你会塞无？一半哦，安尼，今天不了，安尼会塞无？不了，较无好啦，你要先给我讲啊，你为了剪辑，他较水的内裤啊。你要凭良心呢？我可以哦，有，无你尽量安怎随在你用啦。可以。我觉得你也可以挑战穿这个球衣的感觉，穿这个有一点肉肉的，没有会多层次。我们比如说像这种多层次哦，我们可以在那边搭一个 oversize 的外套，对啊，搭一个外套，对对，外套了 ，oversize 就是要比较大的，比你平常穿的时候可能大个两三，对，看那穿裙的那种，我还讲嘿。外国嘻哈歌手就不急，啊，那尽量快快，可以，你这里来了，对啊，哇，这样子可以，就蛮亮，喜欢亮色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挑战看，都是同色系的，同色系的，同一个颜色，对，同色，因为其实颜色，对，因为这几年流行趋势也是那个tone and tone，就是都是要同个色系的，其实搭起来整个，因为你喜欢亮色系嘛，就是可以挑战，比如说红、全身红这样，对，对，然后外套一定要再更，这好像再更大件一点，我跟安哥嘞。可以，对啊，再配一个球鞋。有。谁啦？这个很酷。哦，机妹。哈。哦，我今天到恁，我拢乱去呢。啊，穿这哦。就是。哎呀。这个跟游泳裤嘞。没有，这很大件呢。这大件啊。大哥。我也。请问一下。嘿，泳裤不是都三角？三角啊！我今麦最近可唔敢穿。哦，你以前嘛是三角。哦，三角。哦。很小的那种，跟他救生员一样。太大我不穿。太大不穿。我的基准，这看他平了真高啊。6块几米？无，较无啦。
一块大肌肉。我们不用担心，所以你讲到那个，我们就用多层次去遮起来。对啊，对，包包你对，就是也流行的邮差包，而且因为 Second Street 它有很多很便宜的经典包，对，我觉得可以。对，因为年轻人都背那种邮差包，对，是不是都惯习习的。所以啊，我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是那样，我朋友你讲，哎，哎，我拢，哎，我拢嘛，哎。我那看一件呢，哎，哦哟，老板才这样，两三百万要签约，两三百万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哦，真笑哎，没有，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可以斜背，等下我可以帮你调整，斜背弄短一点，对，蓄在你布啦，可以，好看，好看。今日敢给物件，你明仔底也坐伊啦。来，没问题。嘻哈运动风，让我们欢迎嘻哈运动风的小刘哥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哎哎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老师，老师，天哪，比我想象中更好看哎！我有一事不明，好像红星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对，国外嘻哈歌手 Kanye West 都会戴这个。哦，对啊，这个，对啊，这个手套，我眼睛花掉。就贵耶，就贵耶 ，Supreme Supreme 的，对。弄今天给他整的啦。有有有，来来来，我来讲一下，因为这一次我的概念就是同色系的，就是嘻哈运动风。我因为今天很流行，就是同色系的感觉，同色系看起来也比较年轻，而且因为你喜欢亮色系，所以我就选择全部是全红的。对，但是这个红我们是从有浅红、深红，对，有层次，不是说全部都是只有一种。有层次。对，这样搭起来是。我都感觉规身拢跟那一类。刚才红辣椒了，你是不是最不适应之类？这这个这个手套，手套没了没了，真的吗？不会，因为我感觉你只要，不啦，阿弟。那我有小巧思，我还帮他配了一个耳扣，就是有没有也是嘻哈，对，这边耳扣，对，耳扣加上去就马上有嘻哈歌手感觉，而且像今年嘻哈歌手一定也要穿长袜到及膝的长袜，然后配这个球裤，看起来就超级无敌年轻，有没有？嗯，对，其实你穿的 oversize 感觉有修饰你的肚子这样子，其实看起来就看不出来了，对，其实露出你最瘦的小腿，完全没有，因为我都在看手套跟袜子，是哦，有就是要有些都有这种小造型的东西，这边都可以找得到。其实你穿红色很好。好看，我觉得又年轻十岁的感觉。因为啊，我的个性本身啊，还有皮肤肤色，我适合亮。啊，粉红色的感觉可以，我没有，只要艳的我没有不敢洗，只要不要塞血的哦。对，像塞血的哦，啊，唔正咖啡的哦，啊那坨坨啊呢。节目可以，可以，我都记住了，有有，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OK， 我们第一套嘻哈运动风挑战，好不好？来，哥哥，第二关过了，嘿，我感觉咪牌姐，好不好？我今日跟你倒看，跟你无啥敢看，头一输就止型的，我跟你倒看一下，感觉字很多，你嘛我看一下。你敢有了解？日系的元素，工装风就是要有，比如很多口袋，对，然后比较就是也是宽松的，比较硬汉风格的，嗯，对，因为就是工装风会流行，其实因为跟这几年大家很喜欢户外活动，它要硬汉，对，因为里元素不够呢，可以，你可以，我可以啊，因为三角裤都在前面，你不够硬汉。这双靴子一定要就刚刚那个靴，对，因为这个不是靴了，靴，但是这个过，但你有时候也讲，这一区好像很多就是工装风，工装风，对，其实像工装风，哇，皮衣也很帅，你拢看我拢看无呢，皮衣你可以吧，皮衣也很帅，对啊，这造型夹克皮衣啊，这个好像有一点小，你的尺，对，其实我们再帮他找一下，对，因为像这二手古着店的，就是缺点就是你要蛮多挖是旧的，二手的看会不会看小了哈？对对，会比较便宜一点，对对，在意价钱啊。这好看哦，这个哇塞，这什么？这个背心，防弹背心。现在刚才行李点那条哎。
这个很酷，因为如果说我们单买了这些东西，我们不会配，有没有？对呀、啊。配一个整个出球，有没有？我这歪掉。我觉得客人问到我不敢穿。你有没有觉得越来越不对劲？越来越奇怪。题目也奇了怪，越来越难。越来越觉得我们拿钱是出来糊弄你，有没有？我那个镜头越来越淡。相信专业可以，小刘哥你的气场可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件他穿应该也蛮好看的。其实上这个也不算筛选吧，就是有一点。这就是筛选。哥哥，这就是筛选。接近。我这个还不同种的。接近。但是哦，它是。这有小型犬跟大型犬呢。对了。这是筛选。但是它两怎么讲？它有两个颜色，另外的颜色它搭配起来哦。应该也是不太一样。对啦，配黑色。我是讲哈，所以你可以全灰的，对，全灰的我不好看。红色不行。好，阿头头那个不明显的颜色。啊，这个可以配在。那现在啊，现在那么时髦，都是很多颜色。对啊，那穿起来它又不一样。哦，我觉得可以。好，先拿着，先拿着。可以，有刘大哥管有开阔的心。你看，勾到钉了，你勾到钉了。我外栏盖青菜。难怪会来这里哈，真的是被我们骗来了哈。帮他盖好酒，不是吧？这认真吧？不要很快，有，哥哥拿这个金属混搭毛的，对，你会超酷，你会变超酷，你会登上日本杂志封面那一种。木村拓哉马上有可以，木村拓哉，你收了多少钱？你收了多少钱？讲出这种话，你说木村拓哉跳鱼的哟，多来一个啊！我这哦，你来，哦，你来没了，我跳了木村。哦，有点笑脸的，我现在有一点忘掉我自己的。没关系，重新。哥，你还记得回家的路吗？我跟小公公啦，他说哎，阿玲给他坐。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刘哥。恭喜哦，哎，大家好。机场安检，机场安检，机场安检。哎 ，security， B B， B B。你给相头摕，你给相头摕。这给他装的啦。哎，没有，因为就是要有一个混搭风的感觉的元素，所以我觉得，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男生也会拿手拿包，对，所以我就一手拿手拿包，一手拿一个这种军装的相似。可是我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这里就筛选。这丢啊！丢啊！哎呀，你这是你没钱。啊，结果是搭配黑色可以，这个搭配下来又是好看的，不互得正，你懂不懂？对，有一点，因为哎，苏家小姐，啊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你穿塞鞋就很可爱。我还是蛮好塑造的哈、对啊，其实我因为小刘哥的气场够，所以像这，是像有一些这种那么有造型的，那边很多人是驾驭不起来的。但是你完全可以，我可以驾，对，完全可以。其实这个裤子这样子穿，就配这个靴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有对啊，我们是故意把那个因为长靴把裤子塞进去，一大吼，哎，够顶动海呢。这一件衬衫蛮适合你，你有没有考虑把它买回家？我给你看哈，好来，我先倒退哈，再一次，来，我看哈，李元素应该已经最难的，点去跟下来半盆花卡撑，好卡撑街哈，我看下，时髦。古着，你看信心满满吧？有，对，因为这家店超多那种古着风的衬衫什么，什么风？古着，就是二手。什么叫古着？古着就是一种有一点年代感，二手，有点旧旧的那种。哦，就是二手古着的衬衫，对啊。哦，这块有靠明星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你很适合穿这种，对，有点花衬衫的感觉。对，变形虫那种。所以你挂那边哈，都差不多这看看。对，有，而且你看这个是录音带，它上面的 pattern 这一件还蛮。是蛮流行、蛮时髦的，对这种感觉蛮适合小刘哥的。对啊，这种花衬衫，然后可以配个什么西装，应该都蛮好的。对，这边还蛮多，这里应该很好发。对啊，这里哦，这都是你的衣服，都是我的衣服啦，18岁的衣服嘛，都是你的衣服。我觉得一定要多层次才可以修饰你的身形，可以来个长外套，长外套，对，就可以把这个缺点给掩盖起来。对，而且真的很多名品精品，他们有分这一区都是那个精品的 luxury， 这都是你的嘛？对，这一区是比较贵的，我觉得好像给你哦，又比较贵，这是都是你的嘛？对不对？这件好看，没有，其实它有的是中性的，就今天我要变花钱哦。
对啊，我觉得这一件，我跟他看了，看我跟他看了，干嘛他搞公公？哥哥，哎，你没有照镜子，你都穿这样的。你最难的，你套已经在身上了，这你没有办法挑战。这是最难的，对，已经最难的已经在身上。而且一直用这个难不到我，因为紫色嘛，其实也写啊，对啊，这个可以，大红大紫的颜色也是很适合的。好，好啦，交给你了，好，老师说了算。3, 2, 1 Hello 一组的吓到了吧，来往前，欢迎大家来到霍格华兹邓布利多校长有没有很像？有，但因为我发现小刘哥其他什么风格你都可以驾驭哦。我今天有吓到，是哦。对你时髦古着风李元素，你算是一个啊可塑性很强的人呢。对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看你那么流行，我们两个人也受不了，我们两个就跳下来陪你一起。对，那我们也换了两套紫色的，我以为搭。我以为我只是一直在穿了脱，穿了脱，一天穿那么多，脱那么多，从来没有过。因为我上几十年的电视，从来没有不必唱歌的，今天都没有唱。两句就好，两句，你穿安尼啊，两句。对，安尼哦。对，来。一大只个地，得卖水鸡啊；二只个地，得捡餐的；三只个地，得做拖水；四只个会晓看风水；啊，五只个地，得分家规；六只个专门得养鬼；七只个地，得顾忙啊婆；八只个得卖面线糊；九只个。你未算错，迄万一个欠钱得走路啊！嗯，咦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有问题，这个不是鼠来宝吗？不是，这是金曲奖那一段，对不对？就是金曲奖的那段。太棒了，在五十几年前的歌。哇，你记忆力很好，你都记得住呢。因为这首歌我在台上混几年、啊哦，就靠这个血海的，是不是？靠这首我很多的血海。慢动过爱了，我只是有注意呀、啊，呛呛气啊，你都呛呛气，不能问。其实我还没来之前，我觉得很纳闷。我可以改装吗？可以变装吗？哦，那变得不像的话，是不像，不会有。但我觉得其实今天最成功是因为刘大哥有个开放的心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每一套对穿起来都那么好看，就是因为你很 open mind， 让我们这样。帮你搭配，因为其实讲真的，衣服只是配件，我们才是穿衣服的那个人，自信才是最好的服装嘛。对，自信穿衣服是人穿衣服。自信，你放心，我是很有自信。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哥哥，好不好？小刘哥哥愿意配合我们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改造的单元，然后更要谢谢我们的这个 Second Street， 当然还是要听从专家老师的建议，所以可以来问我，可以来写讯息，都可以私信你，完全可以。朱迪笑，对，很重要。有，等一下留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加赖，不懂的人士哦。问我，你就问他，就问他说这几件可不可以一起穿？是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今天真的谢谢小刘哥哥，谢谢我们的朱迪老师，谢谢，开心开心，有开心，我居然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，我是很开心，更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忍耐的看我们的节目，他们很欢乐，他们很开心，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好看。如果大家还想要看到小刘哥哥什么样的改变，还帮我底下留言，或你今天最喜欢今天的哪一套留言告诉我们，也让哥哥知道，好不好？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完美研究室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让我们欢迎一下运动风的小刘哥。哎呀！不要重来，重来。好的，我个人相当相当期待的。没啦，你在给他恭维，在给他恭维，拍谁拍谁？蛋娃姐。女人我最大之完美研究室，我是浮夸女神王思佳。没有我不敢开箱的主题，里面有沙皮。明星豪宅 ，open 774九天都没问题。什么东西？逼我 NG 生活，通通给我打掉。
立刻上女人我最大YT搜寻完美研究室。